来了！你吓死我！你呛着我！你叫我！我正喝着水，你呛着我！你范爷、范奶奶来了。谁？哪儿的？哟，爸妈！哟，爸妈咋来了呢？这么晚了，咱都不在家，肯定来找咱来吧，叫咱回去睡觉呗。啊，这样，咱藏起来，藏起来，行，藏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，我的水，抢了我的水。老伴儿，快点来，跑两步。哎呀，老范点儿，哎呀，你瞅瞅你，你说这就看个流星雨呗，你呼哧带喘，你跑啥呀你？你不着急来占个人地形吗？你妈占啥地形啊？这不都让人占着了吗？啊？我先往前点。往前点。啊。搁这儿啊？啊。你这话叫你说的，人家搁这都站好了，你搁人家前边，你大脑瓜子把人家挡上了。我挡他们啥呀？你看他们啥装备呀、啊？破砖头子，破马扎子，这啥玩意儿？这装备太落后了。看咱这个。哟我的妈呀！看见没？咋？好赖不说，超薄的。看见没？看流星雨知道咋看不？啊。坐着看不行。啊。这玩意儿得躺着看。哎呀我的妈呀老范头啊，你多大岁数了？你说这地冰凉的，你着凉可咋整？来来来来，坐这个坐这个，快起来起来，来坐这个。哎呀坐这啊，哎呀这咋马扎上咱家了？嗯，这天云层挺厚啊。啊不是你搁这比比划划干啥呢？像你挺内行似的。当然内行了，流星雨我专门研究过啊，几十年有一次奇观，每次几点来几点走，从哪个角度上看啊最好看，我专家。拉倒吧，你可别吹了。哎，那40年前你叫我出来看流星雨，那家从半夜等到亮天呢，那也没有那个流星雨啊。你说40年前我晚上把你约出来那回啊，啊那天晚上根本就没有流星雨。没有流星雨，你叫我出去干啥呀？那时候我不追你吗？然后就约你出来上公园，你说不去，看电影，你不给我面子。哎，我就发现你对这个自然景观挺感兴趣，然后我就说你那天晚上有流星雨，约你出来跟我看，你腰勾了。我，啊，行，你坐下吧，坐下吧。哎呀。这提起40年前的那天呐，那天可是老冷了。当时你叫我出来，我说我拿个毛衣外套，你说死不让。那家伙那天下晚把我冻的呀，哎呦！要不是冻着你，你能往我怀里钻呢？暖和不？当时啊，是挺暖和的。可是你说你这大体格子，那家把我搂的实实撑撑的，我都上不来气儿了，你都。你不使点劲搂，我怕搂秃噜了。要跑了呢。老东西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当时那是我愿意，要不然呢，你这体格再有劲，你也搂不住我。哎。别说，当时啊，我还真感觉到挺幸福的。我当时要是知道你感觉挺幸福，我就让你带件毛衣了。老头，哎呀，打那天起啊，咱们俩就黏在一起了，就因为那天晚上我的一句谎话。你一直陪着我坐到天亮，要不是那句谎话，我能把憋在心里的话掏给你吗？到今天咱能有3个那么优秀的女儿吗？啊，闹了半天你是骗子啊，你个大骗子。老范头，我可跟你说好了，你要是骗，你就得骗我一辈子。老范儿，你记住，我下辈子还骗你。
没穿毛衣冷不？嗯。啊！这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多云呢，恐怕看不见流星雨了。啊！那还扯啥呀？走吧。那赶紧的跟爸妈说一声，别让老两口给冻着了。对呀、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等会儿。40年才来一次流星雨啊！40年后，咱还能看到流星雨？不是，那咋办呢？那不是你有啥办法啊？流星雨也没有啊，今天。不行。我跟你说，说啥，咱也得让爸妈看到这个流星雨。咋的，赵刚子？流星雨归物业管了？啊，你物业副经理能把流星雨给招来呀、啊？不是，顺顺，你没听说吗？40年前，爸妈就因为这个流星雨，两个人相爱了啊。这是爸妈人生的一个梦啊。我告诉你，咱说啥也得帮爸妈把这个梦给他圆了。这咋圆呢？这么的，你们都带着手机呢吗？带着，拿出来，拿出来。都调好啊！啊，把调到那个手电筒那位置啊！啊，手电筒。街坊邻居们，你们帮帮我爸妈好不好？你们一会儿都把手机拿出来，然后我说一二三以后，你们把手电筒都打开，好不好？我谢谢街坊邻居啊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准备好了吗？拿出来啊！一、二、三。老伴儿，流星雨来了。